躲在这个位置刚刚好，我变成大汉堡是不可能知道我在这里的。是吗？小王子，别被我抓住喽。柚子，你要是能抓住我，我就给你百包辣条。那我不是势在必得吗？啊，柚子你好狠啊。嗯，这里的大汉堡怎么位置不对啊？你别打了，被发现了。小王子，一百包辣条拿来吧。不算不算，再来一局，我肯定不会被你抓到的。来就来，谁怕谁啊。这一次我要躲在非常隐蔽的地方，一眼能看到的位置我是不会躲的。这个上面好像很不错。小王子，你在干嘛？我怎么出来了？我考到地图 bug 了吗？汉堡在那里干嘛？我在卡 bug 啊。你没看见小王子做出图了吗？我也成功了。我也来我也来。柚子，这回看你怎么抓我。柚子，这回你要是抓到我，我就把名字倒着写。好啊，小王子，可乐再见。好奇怪，我都找了半天了，就找到可乐一人，其他人都在哪里啊？你猜你猜。好啊，你们都出图了。嘿嘿，怎么样啊？来抓我呀。如你所愿。啊，柚子下来了，快跑快跑。快溜快溜。喂喂喂，臭奶茶，你别跟着我呀，你往我这里跑做什么？我已经无路可跑了。你们俩给我站住。不要追我呀，你去追奶茶吧。什么？兔子好姐妹，快去追小王子吧。别追了别追了，救命啊。你怎么还在追我呀？那不得让你把名字倒着写啊。柚子呢？怎么不见了呀？肯定是我跑得太快了。不行，在这附近肯定会被发现的，我得跑得远远的，他们肯定就发现不了我吧。 Day 2 Day 3 Day 4 这里就可以了，他们肯定发现不了，外面还有那么多的假美食，在这里等待游戏结束就可以了。反正时间快结束了，回来看看。那是谁啊，在那里发呆？太气人了，不找了不找了。哈哈，赢了。